的各种机会越来越多，你想要在人群中脱颖而出，从普通人变身氛围感美女的话，这期视频建议你反复观看。今年的聚会上，你绝对是最美的那一个。好，那如果对这期视频感兴趣，看评论视频开始先，后面那么多的评论点点，谢谢你。氛围感美女和普通人的第一大区别就是浓密的头发加上高颅顶，头发它就是氛围感的代名词。远远看过去，美女的头发都是蓬松茂密有质感的，各种发型都能拿捏。但是普通人因为基因问题导致的发量少和发质不好，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，所以我们直接上假发，用起来没有任何难度。第一个细胞头抓夹，它巨万能。像平时你头发短，然后后脑勺又比较扁，你把头发披下来吧，长度又很尴尬，扎起来呢又没啥造型，你直接把这个鸡毛头抓夹夹上，就相当于把你的后脑勺进行了一个物理填充，哎，一下子就起来了，不扁了。完，这几根头发翘翘的，还非常自然，和最近网上很火的那个半扎鸡毛头长得一模一样。真的，我不说你能看出来是假的吗？第二个鸡窝头抓夹，把它夹上，你就是辣妹。半扎或者全扎都很好看，因为它足够蓬松，甚至还会把你的脸显得又小又流畅。第三个，它就适合平时爱扎丸子头但是发量又很少的姐们儿，你把这个发圈戴上，发量立刻大增。完，你再把头前面的头发揪出来一点，再蓬松一点，氛围感不就来了吗？好，那扎头发提升氛围感的小技巧我们说完了，现在来说你是直发，然后你就想把头发这么一披就行的，那我这个直发梳我要再安利一次，它就是类似于直板夹一样的功能，但是它夹出来的头发不会像直板夹那样特别直特别硬，一眼就让人看出来你对这个头发做了手脚，它出来的效果是那种特别自然的顺滑，毛躁都抚平了，让你的头发看上去很有质感，很亮，光泽度很好。所以你如果很喜欢像我这样把头发披着，然后或者平时着急出门没有太多时间的直发梳，你需要整一个。无论是社交距离之内还是社交距离之外，别人最先看到的都是你整体的体态，不管多好看的脸，如果你身体弯腰驼背，然后一天畏畏缩缩的，那你的美貌度都会大打折扣。但是呢，矫正体态这件事儿，它又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，它得需要你长期的健身和体态管理才能矫正。所以咱们这期心机变美嘛，就直接整点狠，整点快。第一个硬货，矫正带。好多人都说它是智商税，它确实是治标不治本啊。但是 but 转折了，它的即时效果还是非常好的。你就这么一拉一扣，直接让你的背物理性的挺起来，就像有个人随时掰着你的肩膀帮你开肩，你就想驼背都驼不了。而且它不用买贵的，不用买好的，多少钱的都是这玩意儿，都治标不治本，表面功夫。你就买便宜的薄的，把它塞到你衣服里面窝弄的，年底聚会的时候你就直接穿上它，让它帮你垫。那美女不都是大大方方昂首挺胸的吗？第二个硬货，收腰提臀裤。但美女的小腹一定是平坦的，就这个收腰提臀裤你就穿吧，一穿一个不吱声，上身的瞬间你啥的小肚子大肚子屁股啥的全都提起来了。紧是真的紧，不得劲儿也是真不得劲儿，但是效果是真的好。你穿它之后再穿牛仔裤小裙子啥的，哎呀那小身材，咱们就说前凸不凸我不知道，但是后肯定是翘了。但是提醒一下子，就这种塑身类的东西你拿来应急是可以的，但是日常中如果没有特殊需求的话还是少穿。牙齿那绝对是氛围感美女的点睛之笔，你一张嘴一口大黄牙，那真的太减分了，隔五米都感觉有味儿。美白牙贴安排上，虽然说它没办法见到及时的效果，但是你短期内去护理一下，它的效果还是挺快速的。就比如说你想在某一个场合华丽出场，那你就提前一段时间就开始用它，你到时候你的牙齿一定会有改变。那具体怎么选择牙贴和怎么使用它，我之前都有出过非常完整的攻略，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。精灵耳现在多火，不需要多说吧，给大家直观的感受一下有耳朵和没耳朵的区别。你看我有耳朵这边，整个脸部线条都感觉流畅了，脸小了一圈。然后你是把头发这么随意的散着呀，或者说把它乖乖的别在耳朵后面啊，都行。你要是没用过的话，你可以买来试试。然后你也不用去搜那个精灵耳贴，它几十块钱一盒，挺贵的。你就搜对联贴，9.9六十多个，跟精灵耳贴一样一样的。美女就是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完成以上步骤恭喜你，华丽变身氛围感大美女。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都美美的。好，还有什么想看的视频都可以给我留言，然后临走之前不要忘记帮我发3条奋斗弹幕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